家好，我是林立西亚米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志宇安的。Hello。我们现在玩的是妹妹选的游戏。还有妹妹喜欢辣耳朵，还有。好，那我们要开始喽。五、哦。艾莎跟哦，这个安娜好像有点不大一样，但是还蛮漂亮的。她已经长大了。嗯。第一关，她有四关呢。来，第一关要先化妆。嗯。宝宝很少在化妆哎。这个。哦，先弄好，要哪一个颜色？这个。不行。哦，太黑了。这不行，有点黑的。这样子就够白了。然后这个要哪一个？这个。这个。你看他是弄哪里？弄这中间这边，弄中间这边哦。好，第三个，我看，你看，你看他眼睛呢？就是，我要粉红色的。粉红色的。对。我爱粉。好。然后呢？这是睫毛的样式。哇哦。嗯。半长。长一点点的，漂亮。然后这是换眼睛的颜色，瞳孔放大片吗？我要金色。啊，然后这是哦，你看他脸颊变可爱了吗？嗯，我要粉色。嗯，这个应该是。然后再来是口红。口红就红色吧。红色。好像比较漂亮。完成第二关。那我们头发呢？有哪一个呢？这个有一个超级无敌像的，这个才像艾莎，好不好？这就是艾莎的头发，这个，而我就是她平常放松的放松的头发衣服。我要这么死，对，我要白色的。白色的。对。那这个呢？项链就耳环。耳环，项链呢？项链就这个，这个，耳环嘞，漂亮。最后一个是头发的，哦，还有一大堆装饰。我是还有这个，这个还有这个，新娘的，嗯，这个，还有花的，对，完成。就下一个哦，换安娜，安娜换姐姐，换美姐姐来用好了。我最喜欢安妮。换第一个了。第一个颜色。最白的那一个，第一个。最白的这个。无敌，无敌。第二个，眉毛的。最后一个。最后一个。然后再来是眼睛的。这个。眼影的部分。他的睡觉机。你刚刚把安娜搞得像艾莎一样啊，睫毛。睫毛，短一点。短一点，还是这样，这样。这样子比较可爱。这样比较可爱。眼睛要哪个颜色好呢？这个绿色还是黑色？要不要一样的？还是这个？要不要一样的？还是这个？跟我一样的。蓝色。嗯。跟我一样的比较好。脸颊。粉粉的。口红。如果你跟我的话，我眼睛会变大。然后，还是这个安娜的衣服、头发。嗯，安娜的头发，欸，都很像。两种，这是睡觉前的吧？这个是她平常的，嗯，然后这个好吃饭再拿就好了。好，衣服呢？有平常安娜的衣服，还有后来那个婚礼的衣服。婚礼的衣服，这个、婚礼的这个，这个，这个。平常的衣服就可以。平常的衣服，项链。这个好了。这个。嗯，然后。耳环。这个。这个。然后再来头发的。这个。头发要用这个。包包。再拿一个包包，哎，蛮好看的。然后这个还没有，这个。好。艾莎跟安娜结婚的时候，他们会穿这样子的服装哦，有没有好看？有。啊，这个游戏好不好玩啊？好玩。好，那我们这要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